月整齐划一的扭腰摆臀，虽然舞步还有些生疏，但年轻伙伴们脸上有着藏不住的自信。走起台步架势十足，气势丝毫不输超级名模。年轻伙伴们在安利智能体验中心前，透过微弱灯光紧锣密鼓地把握短短时间彩排，就是为了15号即将登场的 Artich 亚之风尚日。因为我从来没有走过这样子走秀过，我有在对于自己的走路的感觉上面，走路的体态上面有去平常走路的时候都有去注意这样子。借着这一次的活动会更有自信，因为毕竟是公司很用心请到就是专业的老师，然后来教我们走台步，这是我觉得跟过去很不一样的。眼神专注，认真学习每一个台步和动作，伙伴们都相当期待自己的走秀初登场能够更加完美，因为这不只是展现个人特质，同时也透过表演秀出与众不同的视野机会。对走秀的部分嘛，那其实跟在拼事业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，因为会发现说不同的伙伴之间会蹦出不一样的火花。对，那很多的创意也会陆陆续续的就这样子跳出来。这么好的品牌，自己就是代言人，所以更应该要就是投入这个活动。那虽然来的男生比较少，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可以自我突破，然后跟看到这么多的伙伴一起练习，我觉得感觉非常非常好。打造自己最佳的事业活招牌，用自信增添风采。Artich 亚之时尚风管派对首度邀请超过200位的在地年轻伙伴，要一起完成这场美丽盛事。欢迎要来共享盛举的伙伴们，穿上时尚华服，享受亚之嘉年华带来的迷人魅力。安利新闻黄一珍、杨静台北报道。